换一条线哦，我终于换了一条新的线。再见了，爸爸会想你了，你陪伴了我一年多，爸爸会很想你了。来，来个赵云，他这个造型就本身就蛮帅啊。你看这一只他这个刀啊，那这一只我们再看了一下啊，他这个被动可以，非常可以。我这样看下来，一技能开着，然后看到人，二技能放下去，一技能还速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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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合理。来，点二技能，重点是他什么？他现在这一版本他一技能太恶心了，他一技能他这个提升额外50%跑速持续三秒。哎，对啊，不对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对吧，兄弟？你要跟我抢？你要确定呢？哎呦，你的雄心豹子胆，挥挥，拜拜 ，nice， 哇，前面增加十二的那个攻击，可以啊。哎，哎呦，神秘，哎，好像不太行哎，来，可以了，杀他！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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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技开下去，挥炸下去。哎，就是有点可惜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放肆！那也是挥挥挥挥，稳住挥，前期乱我，前期乱我也是吧？哎，我没有自拍啊。哎呦，乱来，小坏坏，挥挥挥，好，我感觉我玩的有点垃圾啊，这一把，滑起来，滑起来，哎，雅莲这么痛的吗？绑他，好戏啦，对，这种情况下基本上稳死了，我发现，他惹不起。我觉得惹不起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拉一下。这只英雄他不能冲动，玩这只英雄自制力要很，所以男人都要会玩赵云，懂吗？哎，又是你！来来来来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哎，不管啦，我要先杀他。Nice， 你在这边提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自制力要够，自制力要够。啊！我觉得我们两个被重杀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要过来。哎，可以 ，nice， 拉一下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的，我们没血了，不要出去。哎，神秘，挥挥挥，嗯，我们赵云自制力真的要够啊。死神哦，死神哦，可以哦。你一个送我们前面的血鹤，他的剑比较大吧 ？OK。又是你，又是你，是不是？又是你的剑，确定比我大吧？你这家伙，你没有大招还敢过来啊？这样子是吧？本凶是吧？蓝来了，我们的蓝，推秒杀，攻击只有高而已啊！二技能炸下去，吸吸吸吸，右下嘛，右下嘛，来，吸吸吸吸，大刀打下去，推，你快过来，推，跑跑是不是跑？晕啊！哎，拉一下，别在那里给我玩门呢。过来就过来 ，nice， 赵云，真恶心啊，赵云。跟你讲啊，这一只一定会被削啊，恶心。然后看那个谁，养哥打野哥玩这只玩这么爽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一只这么恶心呢、啊，势不可挡，炸下去。完了，
怀孕了，好，亲亲亲 ，nice， 你们很凶很凶，别跑，穿墙，嘿嘿嘿，有点恶，他这个吸血，抖抖抖。走走走，他在攻速太耳了、啊，他攻速加这个跑速，这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！恶心，真的恶心！你在欺负我队友是吧？先拿过来，蓝很重要，你们这样欺负。其实啊，我发现这个赵云啊，他要玩得很理性啊，像你经济就算赢对面你三千四千，你一个不小心还是会被对面给秒了。你懂吗？那个小丑，来来来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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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前面在那给我乱野区，哈哈。锁线草丛 ，nice， 两个大招哈。保护我方输出。我们一起走，那边是凯撒，中二下一，神秘哦。他的接招就是一技能走过去，二技能然后强化普攻下去这样炸。这你们，你们的塔都不要了是吧？拼一波是吧？拼一波是吧？啊！不会没有人要回吧？回不去啊！今天我都不相信我看的什么呀？你这怎么敢这样如此嚣张啊，小丑？走，这里蹲一下。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过来！雅琳要跟我们单挑、啊，等一下我们的大招，挥挥！你怎么敢跟我单挑？你怎么？还是靠不赢。这个雅琳打人还是蛮痛的哈、哦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如果这个把它改成王者，那我们岂不是伤害？砰！试试看。不错啊，这个克尔安纳斯，他或者玩的水平也跟我一样。哦呦，扭腰摆臀，吸个血，好像要杀蛋哎，他没有杀蛋，那个血好像吸不太回来。哇，我们真伤还是不够他打。他那个物理歼灭，好痛、啊！来，把这小丑给我们杀了！哎，还要换镰刀吗？不用好了，算了，加点换一下。好，换了一个。来。这一套装已经顶配了，我觉得。喂，我的这个伤害爆炸高。抖。我觉得不需要怕，我们直接给他冲下去。没什么好怕的，他们。没什么好怕的，他。干嘛一直打灯？来。被遭到屁屁了。小丑脑充了，这小丑脑充了，给他死。吸血吸，这里，等下gas，来追，埋照，他没露头，这里绕一下，来，炸下去，爽，咋啦，注意，可以，
这英雄一定会削弱，我跟你讲，太恶心。他现在有点强势了，我觉得。炸下去，拉掉，炸下去，拉掉，恶心啊！我的天。五代长山赵子龙是。48%，我觉得可以拿去打排位或巅峰了。他怎么22杀？不知道，给你赞了啊！不错，欢迎来玩一个赵云吧，太恶心了，他这一定会被削。